我母亲已经快要60岁了。这不应该是好笑的事情，不好意思，但是她的血压飙高到234，也住院了。她把中正万华的人民们放在她自己身体健康的前面。我多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母亲的努力，她的牺牲，还有她真诚的心意。我本来想帮你那个60岁，我怕不下。旁白哥抱抱虞美人学霸儿初亮相就拜票，王彩桦众艺人站台华丽歌舞。用你小心机的功能，不会垮烂的美人姐虞美人进入到我们的现场。这人潮水泄不通的现场，就是立法委员候选人虞美人的造势晚会。我只为人民的利益把关，不为政党利益护航，这就是虞美人，好不好？虽然坚持无党参选，但他有强大的演艺圈后盾，都是红人的那一档。近4小时的晚会节目排得满满啊，最惊喜莫过于他栽培龙凤胎小儿子 Max 瑞士念完饭店管理学校，从未把他推到幕前露脸。妈没有白疼你，24岁的他终于派上用场了。最感动的儿子 Max 登台为美人姐助选。我母亲已经快要60岁了。这不应该是好笑的事情，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一段我们没有 C 了，嘿，没有 R。我要说的是，我母亲已经快要60岁了，所以我非常担心着她的身体。不好意思嘛，我爱你。那想必不久前大家都知道嘛，她的血压飙高到234，也住院了。在短短的几个月内，已经发生了3次。我站在她病床旁边，我是无助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即使她今天进了急诊室，她明天、她后天，她血压恢复正常的时候，他又要出去外面去扫街去拜票。我以前也有跟他闹过脾气，说你为什么不要好好自己善待自己的身体，多休息一点。可是不管我讲多少遍都没有用，他跟我说他这不是他的选择，因为他把你们放在第一位，他把中正万华的人民们放在他自己身体健康的前面。我多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母亲的努力，他的牺牲，还有他真诚的心意。我本来想帮你那个60岁，我怕不下。三立娱乐新闻，感觉儿子也蛮适合从政的呀。报道。